可盐可甜的黄秋生来啦！他和 Kid 宋博伟首次搭档的实境节目《开着餐车交朋友》开播在即，究竟影帝的综艺功力如何？先批判一下影帝的皇室幽默。Kid 不是说要帮你找妹吗？乱想的啦！他说这个妹好看的都是吓我一跳，真的是跟他的那个对食物的要求差不多的水平，很烂吗？很低，很高啊，也不可以这样说，只是特别。那你会觉得他很疯狂吗？很灰一点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怎么样疯狂就？等下会脱衣服吗？那反正他脱了没人看。所以现在台湾的工作应该越来越多来找黄大哥。那暂时还没有，希望大家帮帮忙啊。会去想上其他的外景节目，比方说去 Kid 的玩很大。哦，那听说是很疯狂的，是吧？对啊，不要了，谢谢。在 Kid 快被黄大哥喷得直升渣之前，还是换个话题，问问黄大哥入籍台湾的计划准备得如何了？有工作你就留下来，比如说这一次就留的时间比较长了。还有就，毕竟是你这种年纪，你一定会有很多事情你要处理的，不可能说一个包包然后我就走。那2021年快要来了。新年的新的期许跟规划。表演班其实我在香港办过两三次，我就想在台湾办试试看。那你会亲自教学吗？当然了。要不要先教教看 Kid？ 当然Kid 不用教。Kid 不用教。天才。在筹备了。没有，在这个在啊，筹备是那个潮州包了，筹备。潮州包开店的，开，真的，对，做潮州包网站，叫我，对，我问了我的儿子，他说不要搞那个实体店，他说现在没有人搞实体店，因为我儿子读的是商业，然后他现在在加拿大，他说明年你等我，我拿到这个身份证我就回来吧。那名字叫什么？人寿潮州包？不会了，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可是这个不能提，实在太黑色了吧？你这里不经常在一个酒吧，那是你自己本身的酒吧，交朋友的地方，堂口。所以你没有股份在里面？有，哦、有算是有了。那你还有其他的副业吗？酒店里面做，做什么？没有，酒店中小少老爷、啊，哎，酒店里面做老爷、啊，来客人。我对我真的是在酒吧里面做老爷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哇，男女通杀。娱乐动新闻，哥的魅力不只是传说。报道。